们的第二款车，第二款车，然后 U9 是他们的这个跑车嘛，超级跑车。我之前看的是黄色的那个，外观颜色当然很好辨了，但是我觉得最亮眼就是那车蹦起来了那一下，是吧？嗯，它整个悬架的控制能力，还能三轮驾驶。然后那天我们还聊呢，说你想说是怎么三轮驾驶可以开仨月是吧？嗯。然后说你即便你想开，交警也不让你开。这个想法挺好的。